再问我了，把你吓死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每天问他呢，你就当做是你今生的执事，就天天做好事，天天对不对？帮助人灵命提升，这不是很好吗？那么这样的斤斤计较，人算不如天算，算到最后算自己越算越少，那何必呢？对不对？尽情的啊、哦，真心诚意的，把你该做的做好做到啊、哦，把那种感觉啊做出来。哎，负能量一看，有那么回事。你还没讲，他就已经软化了；你还没讲，他已经当你护法；你还没讲，你的生活境就已经变了。那这就是还是非常厉害，对吧？但是你不，你知道，但是你老是不往那方面去做，你就做一点就会说这样说，收到了吗？负能量会觉得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就做那么一丁点，你也觉得是有多大的？他觉得哎呀，你烦不烦？老久他理都不理，对吧？所以。绝大多数的学员都了解，但是还有少数的学员、哦、总是想、哦、跟过去的公庙一样、哦、碰一下想哎，赶快庇佑我吧，庇佑我吧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、哦、我也讲过，你真心诚意的，你真心诚意的好好的做，你弄清楚所有的道理，重罪轻受不是不可能，对吧？但是你没弄好，天就是没叫你要去做，也不知道是谁教你的，就弄来弄去，弄来弄去，弄最后就让自己不是那么顺、哦、所以每一天的生活境就是自己的成绩单，不要怀疑，不要认为自己做那么多怎么生活境都没变，你千万不要怀疑，生活境它不变就代表能量场不够，正能量场不够，它转不动，对吧？对你来说已经做了 不可开交的正能量，那真是这样子吗？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地毯式的搜索、哦、把一些可能性、哦、的盲点排除，就好像刚电脑不通，对不对？不修就永远卡这边，你也动不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就行不通，那必须修，那就必须要修，否则下一个可能性的进步就不会是属于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生活境想通了，很多事情呢，穷则变，变则通。经常问问自己，你究竟有多少本钱？还是我刚刚讲那句话，你究竟有多少本钱？不光是你身上的技能，好、哦，或者是香水有几瓶，还有你手上的筹码，德智量库里面德智量，你究竟有多少？得问清楚自己，你不能天天感觉良好，我天天跑天元的精英会，应该要庇佑我了吧？应该有赚的吧？结果真的拿那个计算仪器，如果真的有一算，不但没有挣还是负的，那不是让你真跌破眼镜了吗？你总认为对不对？所以我经常讲，你的生活境就是最好当下的成绩单。所以你当下还是那么卡卡的，你要知道，要么就是赚不动了。说穿就是赚不动，不管你做多少，好和你原先的好能量场的这些交换之间呢，就是赚不动，所以才会产生那个劲。赚得动，你生活的劲一定有改变，至少一种吉祥的象征，那味道你可以闻得到，不会说喝凉水都塞牙，对吧？那怕就怕你喝了十口。凉水都塞啊，塞得满嘴了，你还觉得没事？没有变怎么会通呢？对不对？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啊，跟天地啊不要斤斤计较，跟负能量不要斤斤计较，跟人事物不要斤斤计较。你跟人家不斤斤计较，人家就不跟你斤斤计较，你的负能量就不跟你斤斤计较，他觉得你很上道，对不对？你天天就是在那边跟人家斤斤计较，我跟你讲，样子也变得很薄弱，是不是？一切呢总是没有沾到好的，都是坏的呈现，何必呢？所以这时候那句话又很重要，笑看云彩间，一切交给天。生活境里面什么时候都是24小时让你如意的，也不太可能的。不如意的时候什么呢？退步海阔天空，看看天吧，一切交给天了，对不对？
的雅量，你生活经里面就比较容易赚。哦，你不要说别的，你跟你的另一半，两个人为一件事情在争，你不先是你发动，笑开云彩间，一切话，一切交给天，你就一切交给他，等他改变了，那你慢慢等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现实，对吧？所以不用去跟人家斤斤计较，好，给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弹性的空间，也给对方一个弹性的空间。久而久之啊，你生活里面就很顺，就会很有弹性，对吧？你给人家天天穿小鞋，好，你天天给人家过不去，你的生活境里面也不会宽裕到哪里去。要么就是金钱不宽裕，要么就是生活里面不顺不宽裕，各方面都不宽裕，搞得何必呢？对不对？所以生活这个分秒间的人生观很重要。那人生观你得想清楚，想不清楚的人他还有一大堆的理由。那修命对吧？修行嘛，修智慧，修命，修运，修一缸子，逻辑不通啊，白修，对不对？逻辑要怎么通呢？我不是讲吗？有时候不尽你意啊，你损失了，你觉得你没面子了，你没什么，你没什么，你失去了，那你觉得应该不是你应该失去的东西的时候，进已经来了，我告诉你，吞下去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吞下去。你如果在那个时候，你有无限的怨言，甚至于怨你的导师怎么不来庇佑你，念了100遍、200遍、1000遍，导师的名字都没来，就开始批斗导师，不灵不灵不灵，你有什么好处？没好处，对不对？就你可能这个愤愤不平，走了，离开我们的系统，你有什么好处呢？没好处，对不对？但你为什么那么的鲁莽呢？因为你从过去到现在，导师所教你的，你没有完全的受教，所以境界来的时候，你就没办法臣服。导师说让你吞下去，你就不吞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不吞就没戏唱，对不对？那最后你离开我们系统，又在开始骂，哎，在超级嘛也混了几个月，一年半载，真是浪费我时间，命真苦，遇到这系统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你怨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好事连连，大有人在，怎么就是轮不到你？那你不准不想，你有没有如法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啊，一切不得，反求诸己。